出什么了吗？啊，他没事，他是张国荣的超级粉丝，一听到张国荣的名字他就哭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 是不是没感觉？ 枕头，我好困呀，让我来靠靠。
有经验，哎呦，来不及了。行了，哎呀，要不就把这些卸下，不用了，我在上班的时候再去洗吧。菜小子。 梦里走出练功，打打太极拳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是这样吗？那就让他在沙发上躺着吧。啊，他经常练的，好厉害，你走。啥吧，姑，走，进房间去。 你先休息会吧。
Thank you.
我真是搞不懂。
了。